嗨，我是大薯君的朋友 Joke。 在一小时的时间内，一位漂亮姑娘到底能吸引多少目光呢？我们做了一个测试，一起来看吧。如果用山东话在台湾省问路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树君，回复山东，收看精彩社会实验。